预备好未？三、二、一，诶、欸。hello 咁多碌碌，唔知道你哋有冇谂过染头发呢样嘢咧？咁老招我由细到大一次染头发嘅经验都冇噶，系啊，冇噶。一嚟我会觉得染头发好麻烦啦，二嚟以前我就系跟我阿嫲一起住嘅，咁可能因为长辈嘅关系之下啦，咁佢哋对于染发嗰个偏见咧都好重嘅，即系或者可能染少少啡色，佢哋可能就已经会闹到拆天都似啊，好想试下。真的染一次头发可能未必啱我的，可能黑色对于我来讲就已经是最适合，所以今天决定想试就已经想了很久的颜色，不是什么红橙黄绿青蓝紫，是只是普通的栗子啡色的泡泡染发来试下。其实我未染过头发，所以我完全对那个染发的过程是零知识的。那个说明书用不用那么大张啊？等我咪下先，咪下先，完全不知道第一步要做啲咩。要自行准备嘅物品，可被弄脏的大毛巾或者披肩。我冇咁嘅大毛巾同披肩喎。呢件，但条毛巾围唔到好大，我就围咗个前面啫噃。於髮際、耳朵、額頭、頸部、領圈等塗上油性乳霜，以便混合液不慎沾到時容易清洗。即係我呢啲咁嘅位，全部都要查曬啲油性嘅乳霜。咩油性乳霜即係咩啊？凡士林得唔得啊？染個頭髮搞咁鬼多嘢，呢個溶液一倒進溶液二，焗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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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搖晃樽子，咁樣重複五次。好啦，重複五次。手套，咦，啱啱包手套呢？喂呀，個手套好難戴啊！我隻手太肥啊，大佬。轉身，冇戴。零轉身，趴低。將大量嘅泡沫搽喺乾爽嘅頭髮上，並輕輕按摩它。但係咧，我一除眼鏡咧，我呢兩個位咧就會好大個眼鏡紅。呢兩眼鏡控仲要好鬼紅添，有破啦有破啦有破啦！啊，查咗啦，冇得翻轉頭啦！我而家查成點啊，乜都睇唔到啊，大佬！我而家睇唔到我自己變咗咩樣。下一步要做嘅就係等20至30分鐘，我哋攞佢一個中位數，我哋由25分鐘開始等，25分鐘後見。好啦，咁依家个结果就要见乡亲父老啦。预备好未？三、二、一。诶，有染过咩？大镬，染完好似冇染过咁嘅。喂，滴水有冇染啊？喂，滴水有冇染都唔知啊，大佬。我而家吹埋个头睇下点先。救命啊！染完好似冇染过咁啊，大佬。我系咪需要重新再染过定点啊？但啲嘢已经用晒咯。我是我买的颜色太过深定是怎么呢？栗子啡色怪这个样子，要在灯咁光的情况下才有啊。啊，怎么啊？怎么搞啊？啊，一夜杀了我爸了。好啦，今日条片就去呢度。如果你觉得我都算系叫成功染咗少少色嘅话，就俾个 like； 如果我系好失败嘅，就俾个 dislike 我啦。同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嘅 channel。See you。